风头。你看那个西方那个拍那个拍那个 Robin Hood， 对对 ，Robin Hood， Robin Hood， 他们在用棍，那个人在用棍，他们只会这样用。啊，那个棍是双头嘛？我说棍拿棍是抓死的，因为它是重兵器，它是双头兵器，所以是这样用。它是重兵器，在用的时候呢，它的细腻动作，以棍本身来讲，它的细腻动作比较少，所以棍在用除了这个双头之外，双头的使用之外，然后就是扫嘛，劈嘛，这些都是属于棍的，动作大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它重，它的威力是在那个重。那后来练棍砸枪的时候呢，就有什么？我在用棍的时候，可是我一下变成枪，就出来点了，点这个东西从枪来的。所以呢，后来的国术有棍砸枪，有枪砸棍。比方你练枪，扫膛枪。扫膛枪，枪不是也有劈吗？也有这个枪吗？这是枪砸棍。哦，枪也有枪，啪啪啪一翻过来，用这个，这是枪砸棍。所以你在用的时候，这一招是枪法还是棍法？枪法还是棍法？你要分清楚。所以它的用法不同的时候，它的持拿法就不一样。啊，它的用力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啊，你说剑行不行当刀用？可以啊，看你的剑是有没有当刀用的那个本钱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够厚嘛？上次给你们看那个剑，有些剑啊，大部分的实用剑这边全都是钝的，这边都是钝的，只有这段是利的，所以它这边就可以隔嘛。这边就可以做这个动作，可以做这个，他甚至可以这样。你看西洋有很多的剑戴手套，他这边也不利，他可以当枪拿，他可以当枪拿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一个兵器，我们在练剑的时候就是剑法，枪棍，可你真正在使用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混。晓得吗？只要它的条件够，是不是？你看西洋那个剑，有的剑它可以反过来这样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兵器的活用，它的目的是战胜，它的目的不是在表演那个的技法，不是的，真正在用的时候不是在表演技法。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用剑的时候，中国剑也有啊。怕一拦的时候也是有用这个啊。啊，所以棍当枪，但是刀行不行当剑？啊？啊？刀不太好当剑，我是说那个弯刀了。如果说像那个青刀，那个很直的那种刀，当然可以啊。啊，我说是这种刀就不容易当剑，因为它没有一条中心线。剑的特色，它有一条脊，它有这个线。啊，这是剑跟刀的差别，所以。
日本刀为什么称为剑？因为它有这个，因为它有这个线，它是单刃嘛。可是为什么它叫剑？因为它是剑的样子，它是剑的样子，只开单刃。如果它是这种样子，有一种是这种样子的，就不能叫剑了。有一种日本刀是弧度比较大的，是不是？弧度比较大的就不能当剑啊。有些刀，像有这个弧度的，你们看，你们以后买刀或者看刀，比方你看那个原住民刀是不是弯的？可是它虽然是弯的，可是它那个尖啊，弯过来这个尖刚好在这个中心线上面，所以它那个刀虽然弯的也可以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的力点在这条线上面，所以那种就还是可以当剑来当剑。那种可以有一些剑的使用，比如它可以刺嘛。啊，那这是使用上面的学问。那现在很多做那个原住民刀的，汉人做的、平地人做的，他这个尖就没有对，尖没有对准。那这个尖对准，表示这个弧度，这个弧度的力量啊，要能够这样子，要能够符合直刺的那个弧度的合理性，听不懂？所以使用的东西啊，使用的东西有它的自然产生的一个学问在。如果有这条线，这个弧度不是很大，有这条线，你像阿拉伯那个弯刀，它就没办法当剑用，对，因为那个弧度太大了。弧度小的它是刃有弧度，这条线还在，这个就可以。